大家是几咁深爱香港呢个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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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呢个国家。喂喂 ，hello， 大家好，今日系2023年8月2号，大番市出场啦喎，佢个样咪大番市啊，系争三条毛嘅啫，金会啊，唉，讲咗佢讲乜先啊？但系乜佢嗰个官阶系应该讲呢个嘅咩？是但啦，郑雁雄啊就讲到啦，英雄莫问出处，呼吁各界啊不扯皮不内耗，携手建港等等。郑雁雄就话啦，新一届嘅即系李家超啦，担当作为喎、啊，敢于作为啊，讲咩担当啊，石敢当啊，果断作出逆周期措施，哦。佢讲派个 N 支 N 支，你派五皮嘢我唔话你啊，你派得嗰五千，仲要分几期喎、啊？咁啊协助经济复苏，复苏到咁嘅样啊，苏眉咁嘅款啊，见唔见到啊？摊喺度呕白泡啊！亦都积极咁样啊，去内地同埋海外推广。内地我啊少见、啊，李家超唔去内地噶、啊，成日走去外边嗰度勾结外国势力，又印尼又中东，咁啊讲到引企业抢人才啊，讲冇用嘅，俾翻个 data 嚟得唔得？引咗几多企业啊？抢咗几多人才啊？北部都会区建设等等重大嘅计划，咁啊开局起步，即系未搞啊，乜都冇搞过，已经俾晒成个立法会你打息噶咯，全部都未上马。国际经贸文化体艺盛事啊，佢而家咪嗰个文化体育局嗰啲嘅文体类啊嘛，咁结果咧令我谂起嗰啲咩女体盛嗰啲啊，都好似日本嗰啲。不过杨润雄就话咧，佢系从来冇吸收过知道嗰啲咩。日本嘅素海林啊，嗰啲文化嗰啲，佢话佢自己都系听 friend 讲嘅啫吓。My friend told me， 咁佢个朋友到底系边个咧？哇，熟到做朋友添。国际经贸文化体艺盛事好戏连场，佢好似话据闻新光戏院都强拍喎，系嘛？你点样好戏连场啊？冧棚搞，恶意执笠。佢形容咧，香港嘅新朝气更加蓬勃啊。咁但系中联版呢啲传统嚟噶啦，即系骆惠拎走过嚟同你讲啫嘛。一国两制行稳致远。自有既有永有基本法所赋予行得通办得到得云针补啲咯。咁但系后边嗰句啦，哇！呢句佢同边个讲噶？你想联络东方大旗手，可能系啊人哋酒吧业各样嗰啲嘅朋友啊。喂，大佬啊，但系你科水啦，讲咁多嘢系咪？人哋照样日日闹你噶咋，讲呢啲冇用噶。你要科水，你真系要俾钱，咁人哋咧就唔唱衰你啊。咁冇俾钱嘅，日日同你唱啊，同你讲。嗱，佢强调社会团结十分重要、啊，英雄就。莫问出处，即系你屎坑嗰度捐出嚟嘅话咧，佢都会重用你噶吓、啊。好似便便教授袁国勇啫嘛，真系、哦、屎渠冲出嚟，上面仲有几粒屎喺度嘅。阿布拉得得拨拨蕉，算死草啊！阿基哥啊，头上边啊，嗰几笪嘢啊，咁跟住袁国勇教授就走出嚟问你今日验咗渠未啊？咁样嗱、啊，不论港资、中资、外资都好，又不论你系商界大佬或者系草根都好，似乎系讲紧田不俊、田不慎嗰啲啦，不臣之心草根。我谂唔起边几个啊，有冇草根英雄啊？只要大家不扯皮不内耗嘅话咧，沟通串衣，哇呢句好少喎、啊，沟通串衣。但系上边嗰句我先至要强烈谴责啊！你喺度叫人不扯皮条啊！人哋讲到夏卫窿啊，唔系嗰个骆卫拎，夏宝窿，夏宝窿讲到啦，马照跑就冇照跳噶嘛。咁你而家马照跑咧，文明之光大师级大家开心咧，咁啊照跑嘅啫，不过咧就落咗阴草地府嗰度。跑咁至于舞照跳方便你讲到不扯皮条咁人哋又点样可以去舞照跳呢你嗰啲舞啊係需要啲妈妈神即係 Maria Cataro 走过去帮手先得㗎嘛佢都想喺英国嗰度引入呢啲文化不过人哋攀佢扯啊有伤风化咁咩伤风败俗有一脚西佢去地中海啊英伦海峡太肥啊跳唔到去地中海你咁样一嘢西过去地中海好远㗎嘛英伦海峡㗎啫。哇你一脚西去地中海十二码都冇咁远啊要横跨整个意大利肥妈热浪啊。所以你要人不扯皮条啦你少咗几个龟公超啊 ,Maria Cataro 啊点搞啊是咪至于共建美好香港啦我諗佢又系重新 Hello Hong Kong, Happy Hong Kong 啦好耐咯。结果鲸鱼又屎埋仲有四周围啊佢都算脚头衰咯。夺链骑兵猴子偷桃石屎又试降做乜衰乜㗎喎。咁我哋呢啲你知啦香港人好信风水
噶嘛。你同佢讲第二日啊，出门见血光之灾啊，佢真系匿喺屋企做宅男宅女噶，上晒脑噶，好多都自迷信噶啦。结果你 set 坏晒头啊，再加埋施永青嗰啲恶意唱淡啊嘛，田北辰嗰啲，诶都讲咗你啦。你而家搞成咁啊，你郑雁雄嗰啲，咁你仲要唔要一国两制噶？就即系话你郑雁雄嗰啲啊，系破坏一国两制。你唔识，你唔 Q 识人哋田北辰啊，田二少好歹都书香世代出身啊，读过下书啊，商人啊，识做生意啊 ，G2000 啊，做过嗰啲港铁啊，佢唔系要做英雄，亦都唔系扯皮条，只不过同你讲喂，你咁搞唔得噶噃，系咪？即系你啲又垃圾，习近平派咗件垃圾过嚟，咁但系又啱噶噃，佢如果派到个叻人落嚟，佢就唔系习近平啦，派只大番屎过嚟。咁话说啦，赵废啊，由中联办主导，贸发局、中总唔知咩嚟噶，厂商会等等七大商会、六大派为公光明顶，就主办啦，激发香港兴的动能嘅座谈会，即系嗰个座谈会个名叫做激发香港兴的动能。你个座谈会咁 Q 长，你就咁叫动 L 座谈会咪算咯，系咪？大家都记得成龙啊，有成龙嘅祝福，动 L 座谈会，东慈奶咁咪搞掂啊！咁鬼长啊，激发香港兴的动能座谈会，读完都断气啦，仲得闲同你座谈会咩？不过有佢讲冇你噏嘅啫。啊，郑雁雄致辞时候就话香港进一步远离呢个政治漩涡，你系咪讲到苏月啊、不乏北京啊嗰、那个漩涡吹咗上去啊？所以暂时得安稳系咪啊？佢目前要忙嗰啲秦刚啊嗰啲嘢，就唔得闲理你郑雁雄啊。走出疫情嘅阴霾，哦，你讲共赴黄泉，卢宠物讲噶嘛？共存共存共赴黄泉，结果佢真系开关，放晒啲游魂野鬼出嚟，咁咪共赴黄泉咯？冇噶，咁搞法，咁冇嘅。如果你想做下功德嘅，你可以好似内地嗰啲咁，佢哋而家努力做紧嘅，放山嗰啲矿泉水啊，去嗰啲溪涧嗰度，哇，功德无量啊，大师！第二个金杯啊，万烟轻上，像披上，哇，唔好啊，污染东江水喎、啊。Anyway， 厘清各种嘅迷思未、啊？我啲迷思未厘清啊，即系例如你嗰啲爱国蓝丝咁样啦，系咪？讲到非常之打锣打鼓嘅，结果玛利亚·卡达罗竟然去英国呢个洋人嘅集中地嗰度开演唱会，你成何体统呢？啊，你大波 man 啊，屈荣演嗰啲，哇，恶意读书、啊，俾自己啲仔女走过去外国嗰度，外国人啲奶水特别馨香咩？你谭耀宗个仔啊，做乜去澳洲嗰度读书啊？杨允红又系啦，你个仔送咗去边啊？哇，呢啲迷思我啊未厘清，厘清各种迷思啫。佢话未，即系咁讲啦。佢话厘清各种迷思，冇话厘清全部迷思。我自己仲有好多嘅迷思，我都系谂唔明白嘅。有时是但啦，社会就重回正轨啊！哦，你讲啲休班警、强奸、非礼勒索嗰啲啊，以及啊，真系重回正轨啦，中意做乜就做乜啦，又降班马啦。最近好似同我哋讲嘅就系嗰啲消防员咧，佢近视啊，唔紧要啊，降低少少视力要求都睇到嘅。咁唔知系咪有个消防员担心自己人身安全各样啊？于是乎就话我有情绪病。立低你我都唔使入去㗎。咁唔知係咪司徒有光个 friend 喎，學咗人哋嗰啲喎，以求开脱啦、啊。但係有屎靈有屎唔靈嗰度弊。如果次次靈或者次次唔靈，即係好似有啲神灯咁，咁都话好啲呀、啊。你唔係喎，屎靈屎唔靈喎，冇得跟㗎咁大喎。好啦，另外经济加速复苏咁话，唔少具有长远意义嘅制度同埋規划出台。即係今时短期间呢你睇唔到㗎。所以你唔好走住，唔好移民住。人哋呢嗰个清单未出晒嚟，出晒嚟嘅时候一个都走唔甩咁样，而长远意义噶呢啲你要等下噶，喺度磨烂个屎忽脊，等个又抱琵琶半遮面啦，哎呀出啲嚟出啲嚟，哎呀好靓啊出啲嚟出啲嚟，跟住一嘢掀开凤冠霞帔嘅时候，谭慧珠嚟噶，哇顶你个肺啊！咩事？原来等咗咁耐，有长远意义嘅制度同埋规划嗰个凤冠霞帔出台嘅时候，系龙潭喂猪嚟噶，咁你唔屎啊，系咪？咁另外佢又话啦，社会团结向上嘅奋斗合力非常重要，其实即系叫你啲商会抵得谂啲，就唔好恶意执笠、恶意裁员、恶意减薪，佢睬你啦。即系施永青嗰啲咪恶意裁员啦、恶意减薪啦、恶意畅谈啦，啊，再加埋啊，哇，扣埋自己嗰啲地产代理各样嗰啲花孔，你话。几大嘅怨气啊！人哋嗰啲地产代理随时上街啊，佢酝酿咗一大批嘅反对力量，同埋造成嘅破坏力惊人、啊。唱几唱啫，真系成哥要揾佢算账啦！成个波老道吹一吹咋，咁就冇咗二百亿
噶啦，施永青真系施永青，施烂块面你面都青喎。今日又讲到啦，香港系世界级财富嘅聚宝盘，开放法治嘅营商环境十分重要，守护国家安全同社会安宁，保持普通法制度，坚持自由开，呢啲应该系念白古文噶吓，咩包容性宜居宜业宜游嘅环境啊，汇聚四方英才啊，广开八方财路啊，话你使唔使立埋火盘添啊？另外强调香港已经系世界级嘅财富聚宝盘，超级联系人，揾个梁振英倾偈啦，超级联系人，具备逢变则兴嘅基础条件同埋精神力量，即系总之咧，你唔使惊变噶，变完之后就好噶啦，个凤冠霞帔喺度飘下飘下，你唔使惊，飘到最后啦，掀开咗嘅时候，你就会见到嗰个聚宝盘噶啦，聚宝盘我啊见唔到啦，化宝盘我啊见到好多个，真厉害啊！但无论如何啦，呢度要评断嘅就系呢只大番茄，喂你中联版嚟嘅啫，你唔识呢啲嘢噶噃，佢讲嘅嘢就好似股评人一样啊，即系好似黄国英嗰啲咁，黄国英应该叻过佢嘅，喺呢行打滚咁耐，郑雁孔嗰啲黑 sell 嘅啫嘛，嗱呢只中国股票嚟噶，好嘅买啦咁样，咁但系无论如何，我都同大家讲过噶啦，总之咧逢亲掂亲呢啲嘢都冇好嘢噶，佢又等同一啲邪灵，有啲邪气喺入边噶啲股票，你买咗话就算赚钱，你都家破人亡噶，同你讲你信唔信咧？所以咧唔好搞我啦呢啲，我啲钱都赚够啦，想俾啲钱人哋赚啦，你赚饱佢啦，郑先生你慢慢啊，得闲去李郑屋古墓嗰度游下啦吓，就系咁样样，拜拜。